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，美股持续上演庆祝行情。美股道琼指数已经连涨三天，创下历史新高，美元逼近14年来高位。因为经济情势转为乐观，避险性资产黄金也大跌，创下9个月来新低。而昨晚，美国联准会发表11月会议记录，认为经济状况即将转佳，适合在12月快步升息。